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雨。我生长在一个好山好水的茶乡。所以你家是种茶的？没错，我家是种茶的。那你帮我们唱一段阿里山的姑娘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、啊。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对啊，我们家的茶超好喝。我认真说，我们家的茶超好喝。我可以请大家喝茶包，然后请大家投票。茶叶，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种茶叶？我应该属于绿茶吧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口味清淡的绿茶。所以你是一个很清淡的人吗？对啊，我是一个很清淡的人。我们来个可爱三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一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。好嘞，好。你觉得谁是最后一名？请证明，演一段 Spiderman 女朋友的招牌姿势。我真的是，这种媒体都被打。嘿，金波奖，我来了。